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AK 你的杰伦。我们出发总有个方向，今天要干嘛呢？今天就是带我女朋友跟她两个闺蜜，带我女朋友跟她两个闺蜜来爬玉山。神经病！我不是你女朋友。Nope. 其实我已经娶老婆了，你们都认识啊。对。她一个人在韩国自己一个人奋斗啊，很辛苦。我老婆就是那个周子瑜，你们大家都认识啊。你讲阿公啊，你们那还走了？龟缸诶。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拉屎啊！你的屎好多。我们现在在干嘛？在那边误入沙小啦，好白痴！我们在干嘛？女子等人。今天我又失眠，一个人的房间，我把灯光都熄灭，好彻底难熬的夜。我们现在在哪里呢？直桌门市，现在海拔1300，然后我们要到塔塔加登山口那边，海拔2600，就是这样，尴尬起来，尴尬起来，尴尬起来，等等等等等等，现在邀请的嘉义安海社威。今天我又失眠，一个人的房间，我把灯光都熄灭，好彻底难熬的夜。然后这个是嘉义南瓜，明明就是嘉义郭雪芙。今天我又失眠，一个人的房间，我把灯光都熄灭，好彻底难熬的夜。嘉义郭雪芙啊 ，Hello， 这个就是嘉义最的男教练。今天我又失眠，一个人的房间，我把灯光都熄灭，好彻底难熬的夜。我专场跟爬山一点关系没有，那真的假的？你今晚行住下，住下，一点关系都。等一下爬我上去就可以找理由。是最后考100分的同学啊！啊，哦，你说他都说我都没有读书，我都在玩，然后等一下爬第一个。哎，小聪明啊！哎，就是你，还在装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富士山脚下，借狼前家呢。你们在这么贵的哦？现在已经3度了，我的体感温度是3度，没有，现在是爱你爱到无法度。这个登山靴呢，就是这样的绑法，没有错，左右勾起来，一直勾一直爽，有感觉，并且稳定度变好了，12.08分，现在要干一个大事，就是。欸，真的很重哎，干嘛？我们的体力一分一秒正在流逝中。这个钓鱼背心虽然很逼急，但是就是很方便。你们在互相伤害吗？耶！一句话证明你是嘉义人。我认识陈佑彤。我是谁？李干净，李干。地下市长，你好，你好，来来来，这边要不要逼？今天我又失眠，一个人的房间，我把灯光都熄灭，好彻底难熬的夜。来，敲一下，敲一下，哎，韩国。哎，怎么要白眼了吗？哎，这一路封你为白眼小姐姐。1:15，然后我们在玉山登山口。教练，我想爬玉山。不要找我，我要找你啊！健身找你，耶！一直太好了，我们现在走了1公里多，耶！好了，你说3、2、1哦。你的动作怎么有点怪怪的？哎，欸，你的背景很漂亮咧。2、1，哦耶！后面的云真的很美咧，红色、蓝色、绿色。这样可以吗？看超美的。哦啊！哎呦哎呦，哦呦，加油哦，碰拍机哦。很烦咧。加油啊！我们现在是3000日，可以没风可以飞。现在海拔3000哦，就是可以飞。干，你那数据一大堆，看起来很屌，是不是？怎样怎样怎样？就是可以飞，绿色哦，绿色哦。看颜色。在互呛的两个。靠边。来来哦。我们目前2986。2986了。哇。2986。耶。嘉义安海社会在干嘛？阿珍进食秀。吃这个。
Seven Bagel， 盖博的 Bagel， 哦，好吃哦，还不错哎。有没有甜甜的感觉？你知道最凶的龙是恐龙，对不对？嗯。那你知道最可爱的龙是什么龙？可爱的龙。对。你的笑容。好烦哦。科普一下，这个叫什么呢？它有很多种名字，在这边就叫做玉山鲫。鲫是哪一个鲫呢？就是一个草字旁，一个鱼在一个刀。著名叫它鸡脚翅。那你在马祖就叫做马祖鲫。这个哪里有呢？你把你的1000块钞票拿出来，上面就有这个。各位贵宾，大家好。对，叫做二叶松，科类的植物。为什么叫二叶松呢？拔起来呢，它就是只有两根叶子就对了。二叶松，两根，所以叫二叶松。嘿，那如果你有女朋友呢，还是有老婆呢，就送她这个就好。送她这个为什么？因为有一首诗是这样说的：当爱情来临时，请不要送我情书，请你送我二叶松，花开花谢永不离。哇。有没有？挖开挖蟹蛹，因为它蟹了也是两个一起蟹，长出来也是两个一起长，就象征着专一的爱情，就不适用在你身上。你是五叶松啊？那个导游应该是适合七八叶松。哇！这是我们的精神粮食。没错，精神粮食。红妈妈的南瓜的精神粮，红妈妈，你好高飞啊！你漱口皮都大嘞，好多蛋哦、喔，哇，红妈妈的蛋，好好吃哦、喔，是蛋孵蛋哦。等下就差不多回程了啦，因为登山就是这种运动。绝对不能丢下任何一个人。然后现在一关掉，我们就说走，我们去煮风景。团体的活动。没错，那我可以不要吃蛋黄？你要吃茶叶蛋吗？现在不太饿，不想吃。那你要吃？我最喜欢吃茶叶蛋的。谁烤？那我们，哇哦，绑好了，垃圾都给我就好，兄弟义气，小煎饼，好棒哦！这垃圾好像大概20公斤吧？对啊，我也觉得。我信你个鬼！走吧。超人就是你，山林守护者。哎呀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！现在怎么停住了？我去尿尿。又尿尿？我去尿尿。你怎么那么多尿？关你什么事啊？你的尿为什么这么多？我屎尿很多。哈哈哈哈哈！屎尿很多。我尿。蕨类它的特性，蕨类，你看它会绵延不绝，很像一条龙。所以这个叫什么龙蕨？还是蛇蕨？还是沙小蚯蚓蕨？蕨。就是蕨类就对了。山林老师来，山林老师开始喽。这个就是泥炭苔哦，这是一个森林哦，必须出出水分的重要的植物。不是啊，这个就是野草而已啊。这个就是代茶树，好不好？代茶树，就是还没查出来，所以叫代茶树。所以就是野边的野草。我觉得代茶树很有梗哎，还有代茶花。结果无啊，惊啦！一切拢是好难的。我说我刚刚跟你们讲的大概有87%是真的，对，好。但是郭董、郭中庭、郭中庭跟你们讲的大概有100%都是假的，都是看后来的偷袭。他这里讲的很诚恳，但是完全都不是。好像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对。为什么？你好，上课了。白色的哈、通常就是石灰岩的结晶呐、它就是两个板块，菲律宾板块跟欧阳板块挤压隆起哦，经过了数千数万年形成的这种很特殊的地质。哇哦，是不是？
请问三林老师，这个是什么树木呢？这个、哦、这个很简单啊，这一看这种细长的感觉就是竹子，不是吗？它、啊、既然种在玉山，就叫做玉山箭竹嘛，这么简单。哇，长长的 size 就是箭竹的 size， 好不好？哇，我又长知识了呢。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老高，你知道吗？老高啊，老高啊。哎、欸，请问三林老师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、啊，哎、欸，这个一吃就知道，玉山箭竹。哎呦，你怎么吃得出来的？你没有吃啊，你给我吃下去啊！我刚说的是什么？好，你慢慢走。好，泥炭苔，对不对？嘿，给我查了一下，它叫水苔。水苔，但是呢，是一种天然的苔藓，又名泥炭苔。泥炭藓啊，靠杯啊，泥炭藓。所以我没有说错。森林老师没有说错，没有说错。好好，那你知道不怕一万，只怕什么吗？怕万一。没有，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。好烂啊！好烂！绝对啊！哎，翻开有惊喜。如果你有密集恐惧症的朋友，你一定要叫他来看。真的假的？哎，你看他绝对翻开很可爱哦。全部都是包子。来来来，局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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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干就甜耶，垃圾，好冰哦。森林老师又发现了什么？宇宙能量石。宇宙能量石，在末世印度有87级印度。对，这可以搬回家，这个可以招桃花、去小人。哇，太厉害了吧！80印度快要比钻石硬了。所以就是宇宙来吗？是不是有宇宙能量啊？你不会是觉得我们站在这边，对，气场特别强，对啊，气场特别强。我操！我觉得我现在可以在宫顶，宫顶是。走吧，我们去宫顶吧。Go！ 耶！四号带着，那你就带啊。半路没。哎、欸，我爬完山觉得人有点不舒服，可能要加你的 IG 才会好了。我是你个鬼！这里有高山症的那个，什么是高山症？耶、yeah, ，我们即将走回登山口啦！耶、yeah, ，圆圈圈！耶、yeah. ！玉山登山口，回来这里啦！不要来哦，快乐炉子队，我们不能。不是炉子啦。哦，不能。女子。生气走心。女子本人。台客爬山。我要跟着台客小雨。耶、yeah。哎、欸，我月经来第二天哎、欸。好鬼哦。观众应该没有很想知道。很累。很累。哎、欸，我们要坐接驳车去塔拉加登山口了，耶、yeah ！对啊，怎样？走啊，上车啊！来，放个。这次感谢我们坤远哥，让我们有山爬，耶、yeah ！有山爬，谢谢。下次在一起，耶、yeah ！谢谢，好。下次要单攻了，不是单攻了。啊！森林老师要来帮你上森林课程了。什么课程呢？我们现在啊，哎、欸，看到这个地方。有没有闻到一股尿骚味、啊？对对，这里，对对对，哇，这是幼童的尿，幼童的尿，幼童的尿是市长的尿，厉害吧？市长的尿，连我都可以发现到，森林老师太厉害了。哇，你的味觉好厉害哦！哇，哎、欸，他的尿你闻得出是什么血型的吗？大概是 A B 型，带点酸性，带点酸性。星座呢？星座呢？那个装起来大概两瓶，两瓶水瓶装，对，干来吃。大家好，我是 A K A 你的杰伦，喜欢我的频道记得按下订阅、分享、小铃铛，喜欢按喜欢，不喜欢按不喜欢。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呢？也可以下方留言，我都会看。应该吧。